转发这个流语一定会让你2022年暴富。够感才给力，采访变综艺。你好，明星。你好，处女座。从到大叔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刘宇。处女座其实也知道自己有一点点唠叨，但是呢，奈何他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。很好的就体现在了我们 Into One 的团队当中，他们有一些问题啊，我会跟他们唠叨，会一直唠叨，一直唠叨，唠叨完之后，别人都说啊，这咋这种。处女座严谨到做出的每一个赞都会细细考量。好对，真的很对，太对了。发了一张美照啊，帅照，分享生活的，我点了之后，我们的共同好友会看到我的点赞，那这个时候别人就会说啊，他是不是在羡慕他的生活？我有这样的顾虑。处女座追求完美会累吗？这一次的采访，你们将永远看不到这个面。会累，很怕，就是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然后别人过来突然打击你，但是怕是怕，表面装坚强，但其实他说到我的点上了。反角达人，内心常有，至于吗？没有，这一次的采访你们将永远看不到这个面。哦对了，我很能共情，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常哭的人，如果别人哭了，我就觉得是遇到什么大事了。关注我的所有平台，看我的舞台。看我北京卫视春晚的舞台。里面墙的画面是怎么拍的？你看到的。我已经起床过了，还洗了个头。真实起床那个头发是在这儿呢。实际上，把那个相机架好在那儿，又钻回被子上，倒头把被子蒙起来睡，还把被子盖得整整齐齐的。这个时候，我说闹钟，哎呀，好像现在已经过点了，我把时间调回去。我就等着，说哇，平常等闹钟也没等这么久，怎么一分钟这么久？其实我在被子里已经被吓了一跳，但是我还要装作就是那种睡梦中刚醒的样子。什么声音？乖了。对，起床只起了一遍这个录的画面。我那种镜头还录了4-5遍。一直给大家安利暴汗操嘛，怎么这么小就开始注重养生了？养生的越早，你后悔越晚。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哎，你会感谢当时的养生，但别过度养生就好了。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说自己好胖啊，好胖，但是他其实不胖。因为什么？他身体里有水分，有虚肿。这个时候你通过排汗操去把你身体的一些汗水，这些水分排出来之后，自然而然就看那个身材变苗条了。不是说督促大家去减肥，不提倡大家过度减肥，就是排水肿。学起来吗？这些动作记住啊。拍照的时候会脑补什么剧情吗？全天下我最帅。那哎哎，那没有，对不起大家，我不该说这些话，不敢不敢。关于粉丝年纪比你小，但是想听你叫姐姐这件事，你想说？别做梦了，不可能，喊哥哥。哦，我喊他们，喊妹妹，好奇怪。我觉得没关系，现在这个社会下，比我大的都叫姐姐，比我小的都叫妹妹。有总结出舞台上什么表情粉丝尖叫会比较多吗？霸气的表情。如果三个铁粉作为幸运观众和刘宇一起看恐怖片，这最有可能发生什么？最有可能发生我保护他们了，我蒙着眼睛。处女座明年可以暴富的理由。做梦，给刘宇2021年热搜满意度打个分。因为这是关乎到我的工作人员的 KPI 的，那我就打一个217分吧。有最满意的热搜吗？哪个热搜都没有，不好的我也满意，这代表别人在关注你。我在这里对我发生过不好的事要和大家说声抱歉，会努力改正的。2022年，希望刘宇、喜欢你的人还有公司，大家都分别可以听到什么夸奖？这一年他努力了。喜欢你的人。真有眼光，喜欢了这么好的人。公司呢？哇唧唧哇，用心了。哇唧唧哇，怎么样怎么样了？就是别说哇唧唧哇那个了。2022年有什么心里话和祝福想送给大家吗？新年快乐，开心、平安、幸福、美满、健康、长寿、发财、暴富、早睡、好梦、早安、晚安、午安，怎么都安，给您请个安。转发这个流语一定会让你的转发量加一。
转发这个刘宇一定会让你2022年暴富，如果不富，那我也不知道干嘛。明星迎接导演挑战，视情况分别举牌。吴凯和任怂，任怂超过两次即认证为怂王。会这个吗？哎，怎么就一个牌子啊？这么认可我吗？谢谢。敢不敢说最常看的男方舞台？不止你们自己，可以包含你们。再说一个别的。这啥呀？这是啊 ！Into One， 还有一个男团，我想想啊。还有哪个男团呢？必须得是男团吗？还愿意看女团的？啊，这个咋说？完了。也有看别的团，但看的最多的是 Into One 的舞台。敢不敢吐槽一下 diss 你的人？敢吗？他们吐槽的是有原因的，就算是无厘头的吐槽，他也是吐槽，对不对？他们吐槽他们的，也会让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。有你们的吐槽，才会让刘宇的这个名字一直活跃在大众的氛围当中。所以，I don't care。敢不敢公开一个刘宇帮要签名的艺人名单？我妈妈找过我要小九和 Mika 的签名。基本上就是都有找过，都很喜欢他们嘛。然后今年过年还把他们叫到家里来一块儿过。选一位 Into One 成员颁发一个刘宇想发红包奖。一个啊？只能一个吗？那肯定是每个人都发呀。发红包的上限是200，我就发200。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到。Into One 成员，如果你在看的话，你敢把这条视频转发到我们群里去，我别转，求求了。提到会有一些名，提到他们这个名字，就会想到一个标志性动作。我敢。刘宇。霸总。刷我的卡呀。学长。自行脑补。看我们摄像老师带的什么？没有举起来过。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星座，就看同道大叔吧。刘宇祝你虎年吉祥，哎。